好，那呢应该咱会当更加欢喜。你领带那么矮，是要怎放轻松饮酒？你是调岗的？调岗啥？愉快吧。会丢？你才拄开始啉，就已经酒醉？敢不是？你对代志有疑问，会当家己去找答案，莫干那样问。家里的啥情愫？你真正是一个哦，人约袂着走人。真美丽，啊，不过有一种危险的气味。是不是危险？要看你是不是想要危险。时间真晚，我送你回去。不免啦。我现在酒已经清醒了，我可以自己叫车回去。来，小姐。清源，你在哪？我有煮宵夜，你敢要回来吃？你没回讯息就关机，安尼传讯息的人就小心。你不爱让我送你回去，我才是伤心的那个人。好啊，那安尼我改变心，你送我回去。今天王亚芳吃不够，搁吃张嘉玲来打。啊，厝内卖未记哦，也搁有一个还未登记的准太太。你一啥物出三个，你唔惊身体歹啊？未见未消，不知廉耻的。你做你针对我无要紧，莫将嘉玲甲亚芳牵拖入来。要紧，你心疼。叶少峰，你是不是万行代志拢要学你的爸爸叶文川？连感情债你要复制贴上？无效啦！无骨气的囡仔哦，搁安怎拍拼嘛未出头天？好啊，曹青，你较有站站的，行啦。嘉玲啊，你完照吗？我脚去怪掉。你冒未来？靠未来！我你们就扯咩哦？你们看到站在跳到哪弄的？哎，我本来是要找你理论，啊，不过我得拍死了，我脚怪掉。我天天臭瓜了。